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屠龙记忆呢，我们给大家讲解这个第九届李光杯半决赛的一盘棋啊。这是由王瑶对阵我们这个十月。王瑶呢，在前面的这个讲座中啊，已经出现过了，已经作为主角呢出现过了，我们就不多做介绍。而十月呢，是90后的啊，这个年轻棋手里面呢的佼佼者啊，佼佼者。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呢，这个成绩呢非常的不错啊，获得过这个在各项联赛中啊获得过很好的成绩。那么在这次半决赛中相遇呢，对双方呢也可以说是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啊机会，因为两位棋手在这之前呢，暂时呢还都没有打进过这个国内大赛的这个决赛。那么能不能进入这个决赛啊，就看这一盘棋了。那么棋局呢，进行了呢很多啊，棋局已经进行了很多手了。目前的这个情况呢，一看上去呢也是这个一目了然啊，白棋啊，这个人都是非常的厚，都是非常的厚。但是黑棋呢，这个目数呢很多，特别是在这个上面这一块啊，在这个上方，黑棋呢是成起了五路大孔啊，五路大孔。这个呢，实地啊是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这个白棋啊想在外面啊，或者是中伏再去围，与黑棋这个抗红呢是不太容易的。大家注意一下呢，上面那几个子呢，是白棋呢是活不了的啊，是活不了的。把上面的子活呢，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白棋如果想活啊，想漏这个的话呢，黑棋啊有很多种杀法。那么黑棋最简单的一种杀法呢，就是说呢，靠住啊，靠住，你搬啊，我就不理你，我就退一个，你这边过不来了。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无论如何怎么走，都走不出两个眼啊。你虎呢，我就点。这个呢，白棋呢在这里是无论如何呢是做不出两个眼来的。这个是白棋呢是死棋，所以说黑棋拥有了这么大一块空。但是呢，白棋虽然是死棋啊，虽然是死棋，但是呢，大家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呢，白棋在这个上方有许许多多的劫材。啊，有很多的大劫材，就是说在外面如果有机会形成一个劫争的话呢，那么这个白棋呢，劫材呢应该说是呢明显有利的，甚至于可以说呢能够无条件的打赢，因为这个里面劫材非常多。好，那么这个局面呢我们大家已经看清了。那么白棋怎么样啊，去走找黑棋的毛病呢？现在作为这个黑棋这块这个角啊，这些都可以说呢都是活的是非常的干净，那么就只有瞄着这两块棋。这两块棋虽然是没有什么这个铁眼啊，没看出铁眼来，但是呢由于空间比较大，白棋似乎呢也没有办法。不过不管呢有没有办法啊，这个呢黑棋作为白的一方呢总得呢去尝试一下。那么白棋呢先从啊这边着手，其实从这边着手呢就是说呢两块棋啊，就是两块棋弱一点，从哪边着手这个学问呢还是挺大啊，挺大。先从这边着手的好处呢就是白棋啊，其实在这边它并没有什么白棋已经就是说计算，你看到在这边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这个手段啊能够杀。白棋呢可能更多的呢还是想在这里想办法。但是先走这边呢可以看看这个黑棋的态度啊。黑棋到底是强硬的跟着白棋下呢，还是就是做退让，然后呢白棋再决定这边的下法。那么黑棋现在当然是要打吃，打吃，白棋再贴做个劫。那个劫呢我们前面也已经说了啊，也已经说了，这个就是说白棋劫材是肯定是有利的。黑棋呢也呢不敢在这里呢多做纠缠，黑棋就补一个啊，补一个。提呢都没提啊，提都没提，这个就是黑棋啊，就从这些每一步棋来说啊，我们说这个围棋是手盘嘛，是吧，用手这个在棋盘上交流，就从黑棋的这个每一步棋来说啊，我们就是打谱或者看高手棋时能看出他的一种意思啊，就好像他在跟你说话一样，就我走这步棋啊，黑棋意思哎，我这个棋明显优势了啊，这个劫呢我也懒得跟你打了啊，我就赶快赢了算了啊，这个黑棋的这个心态我们从这些棋一步棋中啊就能够看出来啊。其实按道理来说呢，总是应该是什么预劫呢先提啊，是吧，虽然你有这个很多劫材，但是那你浪费一个也好嘛。那么黑棋呢也懒得跟他计较了，就走一个。那白棋呢再打吃，再打吃，这样呢就是说呢黑棋提是吧，白棋再找个劫，那我可以找个劫了，现在你呢再打吃，再打吃。那么白棋啊这个再提过来，现在黑棋去找劫啊，跟白棋抗衡呢打劫呢是没有意义，是吧，毫无意义的，白棋劫材实在太多了。那么黑棋呢也就老老实实粘上啊，粘上算了。从这些这两步棋来说呢，黑棋呢认为这个优势很大，想尽快呢就是说呢结束呢这个战斗啊，不跟你纠缠了算了，我赶快赢了吧，早点回家啊。那么从这两步棋的心态以后呢，白棋呢也能够揣摩到，由于这个地方啊黑棋呢做了一些退让，白棋在这个局部呢获得了一些便宜，是吧，明显的是获利了，以后一提还有点先手味道，你说还得做活，还得防止我点进来啊，就算我不走，我这个呢几步交换呢已经便宜了。那么这个时候啊，白棋呢使出了真正的杀手锏啊，这个地方呢白棋也下得很聪明啊，就是如果你在这边使出杀手锏啊，转换完以后你再在这边来下的时候，黑棋呢就不会退让，是吧，他觉得这个哎形势不一定有利，那我就不会这么退让，说不定黑棋会走出更强的招法来啊。但是正是趁着敌人啊思想麻痹的时候啊，这个呢把这个便宜呢给占尽，然后呢再拿出这边这个蓄谋已久的这个杀招，围控是肯定围不赢了啊，你没法跟那块棋抗衡，那么只有对这块棋呢进行这个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啊，我们说的冲击并不是说我怎么收刮你便宜你就够了，而是一定呢要让他整个这块棋死活出现问题。那么最简单的这个扳是肯定不行的啊，他就胡，你就算你打吃他不要了，这个他就胡，你提我都让了你了啊，
五一个，那立一个也可以。那黑棋活了，那么白棋只是获得了这么一点点利益的话呢，这个不足以逆转这个形势，它不足以逆转这个形势，这个白棋是不行。那么点一个啊，比起这个扳来说当然是又进了一步啊，档次又高了一级，但是呢依然呢还是不足以这个就是说对黑棋产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影响。黑棋打，就是说呢白棋爬啊，那么黑棋呢在这个局部一扳啊一立啊，在这个局部啊由于这个眼位比较宽，也呢是一个活棋啊，也呢是一个活棋，白棋呢还是没有伤到呢黑棋的这个根基。这个扳和点都不行啊，从那边来不行，那么从这边来啊这个也不行，黑棋就管啊。白棋呢最强的呢就是虎啊，就是虎。那么这个时候啊黑棋即算立一个，这个呢也可以活，一般呢他也不用打上去，就退一个啊就可以了，这个呢黑棋还是活棋。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有一些看不清的话，那么黑棋尖这个啊就大家看得更清楚，更加简明。当然了立着活的效率高一些，你再点的时候呢黑棋一打，你这个子死的破不了我的眼，所以呢这个棋呢白棋这个是不管你从哪边去杀它啊，这黑棋呢都能够安然存活，能够安然存活的话呢，那么黑棋也可以就是说呢是确立了这个胜势，但是呢事情呢往往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人在逆境中甚至于在这个绝境中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呢是惊人的啊，是惊人的。那么黑棋也就是说对白棋在这个绝境中的爆发力呢估计不足啊，准备不足。那么从外围啊去这个压缩黑棋眼位是不成立的，那么白棋他逼着就会逼着白棋去想呢从内部直捣黄龙看看行不行，因为白棋毕竟他形势不利啊，他绝境了外面都没有办法了，那他逼着他就会从里面去进攻，这个呢是黑棋呢万万呢没有想到的。这块棋啊眼位看起来很丰富，但是呢白棋啊这个被逼上绝路了，他呢急了，从呢内部开始对黑棋发动攻击。那么内部的要点在哪里呢？点说实话这个棋就是说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绝对不会从这里去想棋的，也不是因为白棋外面特别厚，这个呢也不会成立的，也不是因为白棋有上面有无数个劫材的话，这个棋呢就是说呢只能说是这个无聊的一手。但是前面种种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条件都具备了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点的杀伤力就是说出乎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完全出乎我们想象那么大。那么对于这一手棋啊黑棋啊是这个是怎么应呢？黑棋呢主要呢就是有三种应法，一种是挡住，
一种呢是小尖啊，一种呢是压住啊，这是三种呢最普通的印法啊，三种最普通的印法。那么我们先看一看呢这个挡住啊，那么这个挡住以后呢，白棋啊它呢就有可能呢采取的，它就可以搬了。现在搬就不一样了啊，我交换到这两个了，你再拐呢我就胡。大家注意啊，就是说刚才我们搬虎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最简明的这个尖就活了。那么现在这个要点被抢去了啊，白棋要活呢就不是那么容易，黑棋要活就不是那么容易。如果黑棋你去扩大眼位，那么白棋搬一路又跟你打劫，打劫的话呢，那么这个黑棋呢劫财明显不利啊，劫财明显不利，这个我们已经早就说过了。那你又想进活呢不太可能啊，这个一旦被连回去了，这个地方你要做出两个眼来是不可能，白棋外面是太厚啊。那么我搬这个的时候你做这个眼也不行啊，这个我一冲再爬回来，这个呢肯定不行啊，这个不行。那么你不能去做那边眼是吧，那么做那边眼被我一搬就打劫了，那么黑棋你做这个眼，白棋呢他继续冲啊，然后呢把这个搬掉，这个是先手，你不能让我度过，黑棋吃，白棋呢再搬，这个白棋啊可以跟黑棋这个进行最顽强的抵抗啊，进行最顽强的抵抗，你顶住呢我就再搬住啊，就再搬住，跟你呢依然呢跟你进行打劫。虽然这种打劫在平时看起来呢是比较赖的劫啊，但是呢在目前特殊情况下，这个呢白棋可以成立啊，这个打劫。你如果贴上面啊，这个它就靠这个呢眼位呢是做不出来的，白棋啊还是太厚了，所以这样呢这个不行。挡在那边呢不行啊，挡在那边呢不行，我们呢就如果压在这里啊，压在这里的话呢，那么白棋啊当然是要长啊，这个长。现在呢这个黑棋啊这个眼位就会很困难，你要防止它度呢你要搬啊，如果搬的话呢，这个搬度本身就不一定是先手，白棋呢可以从这边啊跳过啊，这个可以跳过，你走的话呢，那么这一搬啊又是一个劫啊，又是一个劫。这就是黑棋啊也很讨厌，黑棋怎么都不能打劫啊，一打劫那个上面就是劫库啊，劫库用不完的劫库，这个呢也不行啊。那么如果长的时候你去就是说防止这个，那白棋就一连扳啊，连扳度过又呢成为打劫，所以说呢这样是不行的。你拐这个啊，
拐这个呢，虽然能防止这个打结，但它长呢，所以眼位不够啊。你这个一说的话，你拐一个没有扩张眼位，这个再背一般呢，这个能不能打结都是个问题了啊。这个是黑棋呢，还是不行。所以当点的时候呢，黑棋呢看了一下啊，就是说呢走了这个尖啊，尖的时候呢，当时他这个乙位，我们十月他乙位是没有问题啊，还是能活。但是呢，完全忽略了这个白棋在这个一路上的这个顽强的手段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妙手在一路啊，妙手在一路，他这个完全呢忽略了。白棋呢，当然要冲啊，不能让黑棋这一压，这上面出来个野，黑棋挡住。嗯，现在他计算呢是没有问题啊，不管你是扳啊我硬，还是你拐我硬，这个呢正好都能活，刚好能活，是吧？但是呢，他却忽略了这个一般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的招法啊，没有这个第一杆。跳一个啊！现在这个棋啊，看上去非常紧，全是接不归似的。但是呢，白棋啊，顽强的利用了这两个子啊，利用了这个局部的特殊性啊，可以说几乎在是硬是没有棋的地方走出了一个棋来。而呢逆转了局势。那么现在黑棋冲啊，白棋渡啊，黑棋张、这时候呢，十月或许还以为认为呢这个白棋不行，现在你跑不回去，这形状怎么跑得回去啊，是吧？这个打池是先手，随时我还可以保留扑的变化。但是呢，在目前情况下啊，白棋呢有这个一路的妙手啊，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啊？如果大家在我解说的过程中已经看出来了，说明呢你有一定的这个棋力啊，以计算能力不错。这个跳是这个黑棋啊忽略了好手，走别的什么都不行，这个不用说。什么动走别的一打这个就是，走在这也不行，一打也是，他可以这么打，你粘这个他一拐就行了。但他忽略了这个白棋在这里一跳的好手。现在呢，黑棋变成了只有硬着头皮跟白棋打劫，只有硬着头皮跟白棋打劫，在这边已经做不活了，那么只有这个吃。白棋打啊，黑棋提，打这个劫。我这个劫呢，一下子就是说明显啊，明显就是说这个黑棋太重了，这个一死就全死了。白棋呢并不重啊，你提了我没什么关系。那么当初白棋的这个劫库就发挥了可以说是巨大的作用。黑棋呢先应你的啊。另一个呢就是说呢防止这个白棋跳这个活得太大提啊，同时呢他这个冲是顺手劫财啊，但白棋刚好都是从一路啊过去提啊，然后呢这个白棋再找劫啊，再找劫。这时候呢，黑棋呢无力呢再杀白棋，虽然黑棋自身也有不少劫财，但是呢却远远比不上白棋上边的劫财多啊。提啊，你这个扳啊，黑棋这些扳啊打吃啊这个扑啊等等，是这个扑等等，这个虽然都是劫财，但是呢比起上面的白棋这个扳啊，这个压啊，以后这个
断、这个铺等等来说呢，还是远远不够的，黑棋劫财还是明显不利的。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黑棋面对白棋的这个呢，只能提掉啊，只能提掉。不过被白棋做活以后呢，这个棋局啊，发生了逆转，发生了逆转。白棋用不大的代价，不大的代价，就换取了自己在黑空中的一块活棋，而这个活了以后还有这个加的这个官职手段，官职手段。虽然棋局呢，就是说白棋优势一点，但是优势呢并不大啊。黑棋后面呢还继续了很多手。不过更为可惜的是啊，如果说即使下成这样，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边啊，如果白棋先在这边动手再走这一些的话啊，那么黑棋还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啊，算了算了，老老实实的硬了。肯定会跟你打劫啊，因为你这个劫财不一定有利了，也不会呢就是被白棋呢这么轻松的就欺负了，就便宜了。这个呢可以也是可以说黑棋下完这个局部回头来看呢，可以说是心痛之处啊，心痛之处。但在这个地方呢，白棋应该说呢是次序啊掌握得很巧妙啊，没有先在这里动手，利用黑棋松懈之时啊，松懈的时候啊，先在这边啊，这个搜刮黑棋，就知道黑棋呢有优势很大，在这里呢不会与白棋多做计较啊，就是说呢，趁着他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占到了很大的便宜，也可以说是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计策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计策。然后最后呢，再亮出这样的一个杀招。一个杀招，截杀黑棋大龙，截杀黑棋大龙呢，逆转了局势，逆转局势。这个棋呢，也可以给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呢，这个黑棋就是对方人啊，或者是在绝望啊、绝境的时候呢，他会想出一些啊，平时根本就想不到，或者平时就根本不敢去想的。这个招法，但往往有时候呢，这个招法能够呢确实产生一些作用啊，产生一些作用，只是人在安逸的时候啊，或者好的时候呢，他呢不会去考虑这些啊，不会去考虑这些想法。这个呢确实就是说这个非常的意外啊，不是局势逼到这个情况下，我想王瑶啊，或者作为别的高手，根本也呢就不会去发现这样的招法，啊，去发现这样，就必须得杀这块棋的时候，才会呢出现这种极端的下法。而作为这个第一次啊打进这个半决赛啊，冲击这个进入国内决赛的十月来说啊，非常年轻的十月来说呢。这个在一盘啊大优的情况下啊，先是中了人家的计啊，又呢被人家这个鬼使神差的出现了这种绝妙的这个手段，而呢逆转了一盘棋呢，对他的打击呢可以说呢是非常大啊。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年轻的成长嘛，总是要付出这个代价的啊，付出代价的。一次的失败对他来说呢，并不重要。也许这次的这个失败呢，给他的教训，为他以后的这个成长道路呢，会有更好的这个收获啊。好，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